女人年纪越大条件就越少噶啦，条 curve 一路咁铲落去。之后开始清晰少少，知道想行一个咩嘅路，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。我觉得做得开心嘅工作啦，收入要稳定啲，更加嘅努力去做啦。做嘢嘅女人就好懒散，我要攞翻我学识嘅嘢咯。Christy 将会成为 La Casa 新的 Regional Marketing Director。不紧要，因为我想搵到啲钱咋。你要求咁高咧，我可能都唔会 ready。到三十岁之前，我应该要创一番事业，我应该要做到几多嘢，我系从来都冇咁谂，冇谂其他嘢咯，觉得有嘢过到嚟就做啦，我尽量去做好自己嘅本分啦。甚至乎呢个系咪自己当初想行嘅嘢咧？其实唔知嘅。我有做过冲咖啡嘅 barista 啦，我有做过餐厅嘅 server， 即系捧餐咁样啦。做乜嘢嘅工作，只要靠自己双手都无所谓嘅。入咗行之后咧，我就开始有一个理念，就系一系唔做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咯。即系我都系嗰啲，如果我好想做好一件，即系我觉得我中意嘅话，我会尽量好想将嗰件事或者嗰个工作系做到最好嘅。我承认我呢一方面同林若君系100% 相似。你可以勇敢啲去闯下，因为仲未系太迟，仲未成定局。你唯一要做嘅就系令你呢一刻做得好好地，同埋过得快乐。Fake a frown